月里，每年来都觉得很热情，而且每年来都很冷，可是你都很温暖。而且就是觉得每一进校门就会有一种很温馨在过节的感觉。你们是不是现在学校的各个角落都在办活动？真的，好厉害！我只听过这首歌。什么？啊，我连音都不到。那我就有了。嗯，谢谢。谢谢。感谢你。然后年纪大家对这种话会有什么回应？对，谢谢。啊，所以你很会唱明星生歌。那我下去找他唱。我不会，我乱讲的。我在别的地方也是说我只看他们而已。好，没关系，因为我相信你。之前有看过明星的演出吗？有。而且我们的 Facebook 啊、Instagram 啊之类的，就是有很多的朋友都叫我们要来台中演出。好像是从摇滚台中啊，有在摇滚台中看过明星吗？哇，对嘛，所以我们来台中，这一次来台中其实抱很大的期待，就觉得台中的朋友既然这么期待我们来，我们一定要就是感受一下大伟大的有期待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试试看。好，要走到天空以上的世界，如果你也在想象它的美，记得说。Yeah.